永嘉正在跟法院打一场时间仗，我们要永嘉的这笔钱呢，以最快的速度赢下第一场商战。把的是九天网络，目标是荣达投资。下面让燕南把情况给大家介绍一下。九天网络持有45%荣达投资的股份将被司法拍卖，如果被我们拍下，我们就能成为荣达投资的最大股东。那荣达投资的管理层？ 会不会有抵触？这个问题应该不大吧？管理层得听大股东的。九天持有的股份价值评估报告已经出来，我们跟评估机构有过接触，总估值是1.8亿，实际价值在4.3亿左右，相差这么大，被人做手脚了吧？账面情况是不太好，但有些无形资产评估是可上可下的。 你懂的，起拍价多少？起拍价就是评估价，1.8亿。我们计划在2.5亿以内拿下。荣达投资肯定不干。对，荣达的其他股东会不会跟咱们抢？所以我们要有应对的方案。这么一个大买家突然杀进来，其他的股东不能不防。其他都是一些小股东，比较分散。就是荣达投资的老总占有5%的股份。 可能会有竞争，但是这场司法拍卖的程序我们是应该可以掌控的。后续手段也已经准备好了，不会失控，保证金也已经被妥。各位，这是我们下的第一手棋，不能有任何问题。下面请财务总监把荣达投资的财务状况给大家介绍一下。 荣达投资是一家专门从事投资、金融咨询、金融贷款的一家公司，由九天网络科技公司控股 45%。 这是荣达投资比较资产负债表，这是荣达投资现金流量表。 今天的这场收购，只能赢不能输。这么多年，我已经不习惯这种豪赌了。记得我们当初创业的时候，天天在恐惧中度日，现在又要逼着我们走刀尖了。只要控制了荣达。 你们二位又来了，我这奇了怪了。你说你们特职处有那么多的大案要案不去办，怎么总是盯着我呀？电楼，就是要盯死。顽皮啊！我们现在正式通知你，你转交那21个人的案外人异议已经被中院驳回了。这是执行裁定书，你也看看。 当事人那边我们已经送达了，是吗？那这样，是不是还有呼吸程序啊？其实我们都知道，无非呢，就是想利用法律拖延时间而已。哎呀！ 这是一个法官该说的话吗？什么叫利用法律拖延时间呢？这是神圣的法律，赋予当事人的权利。
耗得了时间，但躲不开责任。小艾，我们走。哎，以后别跑来跑去的啊，打个电话就行了。公告出来。好戏终于开始了。这家是谁？这我调查，应该是荣达王总的托。他终于出面了，没人作假了。看来没有我们事先想象的那么激烈，看来那两家不是我们的对手。如果能1亿9000万拿下来，咱们可就算是大赢家了。哎，王总，又有人出价了，1亿9500万。通知现场，报2亿。荣达又出价。荣达资金池里的资金大概有多少？我分析过他们的财务状况，应该不超过2.3亿。三河，准备接手荣达的班子准备的怎么样了？早就准备好了，已经进行了2周的业务培训。很好，这才是多大势的样子。周老师，直接报2.5亿。好的。之前给你打过招呼，还记得吗？2.5亿是我们的上限。你那边准备怎么样了？好嘞。对，准备接手。天哪，只剩2.5亿，什么人呢？完了，想家也没钱。到大金组了，我闻到了一股血腥味，来者不善呐！交易结束，成了，稳准狠，毫无还手之力。三河，哎。恭喜你，你现在是荣达投资公司的董事长。您放心，一定不会辜负您的期望。准备好班底，接手荣达。遵命。你们先离开一下，我打个电话。好。煤厂3年前就开始亏损了，这两张财务报表上的数字怎么对不上啊？找时间再核查一下。永嘉地产那个案件的案外人提出异议之诉了，意料之中，能流程吗？我怎么觉得他们是在拖延时间啊？那又能怎么样呢？我发现你对永嘉一点也不着急啊。我着急或者你不着急，对该走的流程有影响吗？
头你说了算啊，你去去去去去。喂，郑老师你好。周末有安排吗？没有安排啊。我想请你来参加我组织的慈善募捐酒会。慈善募捐酒会好啊。请你男朋友一起来吧。您怎么知道我有男朋友的？你说的呀，叫张思鹏，不然我怎么会知道呢？我说的，我说过吗？好，周末见。再次表示热烈的欢迎。这次募捐呢，是我们百川控股发起的，特点呢就是小额募捐。募捐的上限不能超过10000块，目的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参与进来，在这片喧嚣的城市中，共同营造一片宁静的乐土。嗯，你看，募捐在线平台上在线的企业有179家，个人已经2000多了。老师，嗯，募捐的最低限额是多少？没有下限，一分钱也是一份爱心呢。老师，那我跟思鹏每人捐1000，可以吗？那我得逞了。谢谢。郑教授能邀请我们来，就是我们的荣幸。左琳啊，你的男朋友很会说话呀。哪有？老师。去哪儿交钱啊？放心，不会让你们跑了，一会儿会有工作人员来联系你们的。嗯嗯。已经20万了。估计今天募捐会到100万。哦，对了，郑老师。我有个法律问题，想向您咨询一下。你说。是关于永嘉地产的。这样吧，你们先聊，我去旁边看一看。嗯，好。哦，好。张老师，我分析了一下永嘉地产的账目，明明他们是应该盈利的，但是账面上却出现了巨额的亏损。这钱去哪儿了？是啊，钱去哪儿了？这可能会有10000个答案。我还觉得他们在利用法律拖延时间。我可以这么说，首先这是企业的必然选择，其次这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怎么会有人惹官司还乐此不疲呢？左琳，执行法官不应该去管怎么判，而只管判的是什么，根据判决去执行。一个案子经过一审到终审，交到你手里面，也经过了很多环节，经过多名法官的判断，还需要你一个执行法官去纠错吗？嗯。您说的有道理。你这个男朋友，小伙子看起来不错呀。他为人挺老实的，嗯，算是诚实可靠吧。嗯，是个事业狂，有时候在他身上能看到老师的影子。那他危险了。同样的错误我才不会犯2次。嗯，那你也承认当初离开我是个错误。你要这么说我心里可就释然了。老师。嗯。我说不过你。大家快看，募捐已经超过40万大关了。哇，哇！老师，嗯，可不可以有空带我去香山教寺看看？可以啊，我过几天就去，到时候叫你。真的吗？太好了，一言为定。谢谢老师。嗯。
姐，你这大晚上的就别整这风雅之事了。刚才豹子给我打电话，郑淮山带左林去别墅了。我让你别干这种跟踪的事儿，你怎么就不听呢？郑淮山知道一定会怪到我头上的。姐，我再不帮你盯着点，人家连孩子都生出来了，你都不知道。你故意气我是不是？你就醒醒吧，是时候采取主动了啊！我要是能掌握主动，我还用等到今天吗？哎呦，真是皇上不急太监急。行吧。左法官，小煤厂整理出来的材料，我们发现新证据了，你看一下。是一张120万元的收据。这笔钱的去向，我让于川查了一下，查出结果了。小爱，你怎么有权利给人家于助理安排工作呢？人家不是负责这个案子，人家是负责永家那种大案子。哦，对不起，我下次注意。于助理，你查到什么了？左法官，你要这么说话，我没法跟你说。是你先违反分工规定的，你还耍上态度了。我违反什么规定啊？同样是为特别执行处做事儿。再者说了，你也没让我回避。我不跟你计较，快说你查到什么了。说不了。我查到这个有容矿业呢，在3年前向明州市煤矿管理总局的专户上打过一笔120万的煤矿企业安全生产风险抵押金。我也到他们这个煤矿管理总局的账户上查过，确实有这笔钱。安全抵押金？这是执行裁定书，跟协助执行通知书。别来这套。我们也是依法办事，什么执行规定，我没听说过。这个先例绝对不能开。局长同志，您也是国家机关的领导干部，所以我想提醒你注意一下，说话要负责任的。就这话，随便你们怎么说，今天我在这儿，这钱你们就别想拿走。局长，您这不是在为难我，您是在公然对抗法律。有容矿业已经关闭了，风险抵押金的功能已经丧失。我们法院可以执行，您也必须协助执行。你吓唬谁？我是想协助你们工作，可事实上协助不了。你们有你们的规定，我们有我们的做法。你能拿我怎么样？您把风险抵押金都挪空了，还是想协助我们？我明确告诉您，拒绝协助执行，后果很严重。你是怎么知道我账户空了呢？坦白说，本来我没有必要跟您商量了，但由于我们是公家对公家，我尊重您，想不到您会这么做。书记，根据民事诉讼法第114条规定，拒不履行协助义务的，对单位或单位的负责人予以罚款，再不履行的，可以实施拘留。局长，您也是国家干部，您应该清楚，我们执行是司法程序的最后一关，如果这一关没有把好，前面所有的调查裁决都将没有任何意义。如果连国家管理部门都不守信的话，我们怎么要求老百姓诚实守信？您说呢？你想一想，那些在煤厂工作了2年的人，这些工人一分钱都没有拿到，所以于公于私于法，您是不是都应该配合我们的工作？那我要是不转呢？法警在这里，
警车就停在外面，您看着办吧。等会儿，等我想想。没有什么好想的，法律的红线就画在那里。暂时还不能，我们刚下了一步棋，还早呢。不能留下任何破绽。我知道。对了，左林那边怎么样？你的学生很优秀啊。有两起中稳了两三年的案子，都被他给顺利执行了。他是我最优秀的学生，当然有能力。不过能力也是把双刃剑，就看你怎么用了。先这样吧。想办法组织明州的媒体全面宣传报道左令。左法官以前在电视上就见过您。以前的印象里，执行法官都是猛男的形象。作为一名女性，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执行男一直都在说，你认为最难的是什么？您现在手头有多少案子？哪一件让您特别困惑呢？左法官，你长得这么的好看。等等等等，不好意思，等一下。我说什么呀？你就说说你刚执行的这两件案子吗？两个这么小的案子，有什么好说的？沉寂了三年的案子，你一上手就解决了，这还叫小案子？我告诉你，你要当政治任务来完成。来来来，我们的左林法官回来了，大家有什么问题尽管的问啊。我先去开个会。哎，左法官，您是通过什么方法短期内解决这一个案件的呢？对于那些老赖如何彻底根治啊？等一下，一个一个问题来。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3月16号星期四。好，看新闻，看新闻。州新闻联播。今天有电视台采访左琳。真的？哎，别看了，别看了。又不是没上过电视。那不一样啊。以前你是代表中院，但现在是报道你个人。用这一句网络流行语来形容明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执行法官左琳一点也不为过。哎，这话是夸我们左琳长得好是吧？啊，意思是长得好又能干。作为一名女性，我觉得这句话有问题。我觉得女性和能干就是能干，在工作中长得好有什么关系？最好自己啊。在执行事业上，左琳的办案能力让人为之惊叹。在专为历史疑难案件、复杂案件而成立的特别执行处，上任不久就接连成功执行。执行男一直在说，你认为最难的是什么？关了，我爸不爱听。执行的。哎，别换，别换啊！信念。我看看他。信心。还有没有说错的地方？哎呦，大家快吃饭吧！左法官，请问为什么现在还有这么多案件没有完成呢？确实。我们现在的成效和大家期望的结果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但我们相信办法肯定比困难多，而且我在这里向大家保证，我们一定会做出该吃饭了大的努力，给大家一个信心。到底是还是叫外卖？对于那些老赖如何彻底根治呢？不急，慢慢再吃。老赖的问题始终是执法的一个困难。您这么兴师动众的捧他有什么意义？我相信有我和我们这个局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我要让他牢牢地坐稳特别执行处这把椅子。那是法院，只要不犯什么大错，没人动得了他的位子。你不懂的。执行男一直在说，你认为最难的是什么？执行当中最难的。齐三河刚刚打来电话，说荣达投资不配合我们接手。路已经给他铺好了，该怎么走
那得自己想办法。交给我来解决吧，明天我和他去一趟龙达投资。这位是我的朋友陈总。哦，陈总好，陈总好。那后面几位是？这些是他的助理。哦，大家好，大家好。好，走走走走。王总，幸会。坐。王总，公章和财务交接的事儿考虑的怎么样了？我们现在才是荣达最大的股东，改组荣达合情合理。荣达呢一直都是我在经营，就凭你这么一句话就把我的人全部都换了。那您想怎么样呢？我们想出一个折中的方案。当初你们收购九天网络，价格是2亿5000万，我们再出5000万，3亿回购你们荣达部分的股份，九天网络的其他股份，我们就不要了。想什么呢，王总？荣达现在市值是多少？3亿就想回购？开什么玩笑？没几天时间，你们就坐地赚5000万，哪儿找这么好的事情？那我们再出3亿，荣达投资的股份全都归我们，您干不干？要不这样吧，我再退一步，九天网络作为投资方，参与分红，不参与经营和管理。我说你怎么那么多废话，可能吗？脑子进水了吧？陈总，您这么说话就有点污蔑人了。陈总，跟这种人说什么呀？直接赶出大门得了。哎哎哎，老总们在协商，有你说话的份儿。退回去，退回去。你看他那德行，是好好说话的样子？不服是吧？放啊！别打！爬起来，给王总磕头道歉。不用了，不用了，我受用不起。不道歉是吧？拿出一把手剁。对不起啊，王总，手下人不懂规矩，够呛。别，陈总，算我为他求个情，不要再打了，好吗？哎，你听见没有？王总亲自为你求情。算你小子命大，快谢谢王总。谢谢王总。不用了，不用了，我受用不起。哎呀，王总啊，实在是不好意思，今天让你受惊吓。大人不计小人过啊。哦，对了，咱们刚才说到哪儿了？接着谈呢。我看这事就算了吧，不用谈了，荣达归你们了。以后开股东会通知我一下就可以了，一切照你们的意思来好了。公章、财务章都在这儿了。韩笑哪里？志飞是谁？
没打坏。为了申哥，这两下打不算什么。好呀。放你一个月假，好好玩。来，谢谢申哥。志凡，以后做事文明点儿。郑老师知道了，一定会怪到我头上的。老师，事情办好了，三和已经全面接手荣达投资。原来我已经知道了。另外，我提醒你，你以后办事能不能文明一点、大气一点？不要总搞那歪门邪道、打打杀杀的。我知道您看不惯我的这种做法，但是对于这种人来说，这种方法最直接。老师，您只管掌舵，以后这种棘手的事情交给我来做就好。是时候关照一下左琳的未婚夫了。左琳来了。院长，您找我。来，坐。这报纸您就别看了，这是言过其实的。怎么会呢？你到特别执行处这么短的时间，就做出了这么多的成果，这就是你能力的最好体现，同时也说明我们领导没有选错人呢。院长，事情都是大家做的，我也就动动嘴而已。这是好事嘛，我们中院也跟着你出名了。再说，这对执行工作不是也有帮助吗？院长，我是真的什么都没做，只不过几个小案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怎么就报道到我了。在你的眼中，什么才是大案呢？比如永嘉地产。那就看你想怎么做了。那院长您想怎么做？别揣摩我的心思。你左琳什么时候也学会看院长的脸色行事了？姐，我看你也别那么生气。这郑淮山不向来如此吗？他要用谁就捧谁，对吧？老师想让左琳在中院站稳脚跟，有一百种方法，可他偏偏选择这种。这个姓郑，真不知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他的脸和心有两层皮，除了马太，谁也猜不透。只怕他又对左琳旧情复燃了。有这么严重吗？他会被捧杀的。捧杀也好啊，捧杀不也是个杀吗？你听得懂人话吗？你说过人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好的兆头，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了。姐，只要你一句话，
我什么手都下得去。你就知道下手，下什么手，怎么下手，是下策。下策下策，你来个上策，能降得住郑淮山的老妖精？你在我面前敢这么说郑老师？不说不说。行了，别看了。是这样的啊，你看现在呢，这个网络、报纸、电视呢，对咱们这个特别执行处的报道呢是一再好评。我觉得咱们现在是不是可以适当的动一动永嘉了？你能怎么动？这样，我觉得吧，咱们是不是可以从兴盛银行入手啊？还是那句话，这个案子归你管，你来做主。喂，我上班呢。丫头，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等会儿。刚刚领导找我谈话了，要提我到证券管理科当科长，任命马上下来了。真的？太好了！哎，那今天晚上咱们俩庆祝一下吧。好，下班我接你。那我挂了，拜拜。左法官 ，T20 案的申请执行人报告，被执行人朱晓东已经回家了，申请执行人在他家门口守着呢。左法官。事不宜迟，要不然我跟林杰过去一趟。这个人有多次袭警的行为，如果需要支援，立刻打电话。放心吧，走。你们怎么才来啊？一分钟也没耽误。人呢？在里边，我都盯半天了。林杰，走。等等等，那人脑子有问题。他打。朱晓东，有人吗？朱晓东，在吗？有人在吗？朱晓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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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警官，我上阁楼看一下。对啊，你。朱晓东，有人在吗？朱晓东，在吗？林警官，你别过来！我警告你，别过来！不许乱来！你等着，你别逼我呢！林姐，先别说话。啊！我告诉你，你该把钱还了，今天跑不了了。钱，钱你大爷！千万不能放他走啊！他走了，我一分钱都没了。你滚去！朱晓东。其实我们今天来啊，就是想了解一下情况，就是想问问你这钱能不能还上，什么时候能还上？你再不把那破玩意儿放下，那性质可就变了，就不是钱的事儿了，那是刑事犯罪，你懂吗？只要你答应把钱还了，别躲着，这事儿咱就能商量啊！把刀放下，放下！不能把刀放下！你把枪放下，不然我打死你！朱晓东，你放松。
兄弟，听我一句劝，现在把刀放下还来得及，别把事儿搞大了。我警告你，现在把刀从我们这位警官的脖子上拿开还来得及。吴晓东，我现在命令你把刀拿开，拿开。老师，你姐没事吧？没事儿。